炎炎夏日，天然环保的清凉麻将席绝对是对抗炎热的好选择。但市售的麻将席百百款，到底该怎么挑选才能买到品质好的麻将席呢？有请专家为大家解答。可以闻闻看有没有很重的刺鼻味，如果你觉得味道很重，很可能就是含过量的甲醛。用肉眼看一下每一颗麻将竹的颜色是不是都很均匀，或者是麻将竹跟麻将竹之间的空隙会不会过大或过小，所以越平均是品质越好的哦。麻将竹旁边都会有收边，一定要仔细摸摸看它是不是太过粗糙，如果太过粗糙就可能伤害到皮肤，可以轻轻的拉扯一下它中间的绳子。市面上品质比较好的是棉绳，如果不是棉绳的话，其实也看看如果是品质比较差的胶绳的话，一拉就会失去弹性了。那失去弹性呢，就容易让麻将竹掉落。闻、看、摸、拉，四个诀窍学起来了没？品质好的麻将席才能健康又舒爽。动新闻好凉爽报道。